怎么说呢？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能不能拿到这网络上面来说。生活是我在过，我在经历，可能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能感同身受，能感受到我的感受，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也不太好去说别人要那样子的，其实他们都对，我都能理解。阿强哥也很努力，知道吧？阿强哥也很努力。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家人朋友们哈，哥姐叔叔阿姨们，是我自己觉得他努力了吗？哥姐叔叔阿姨们，还是你们也觉得他努力了？是我自己觉得阿强努力了，还是你们看在眼里了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打个有，你们有没有看在眼里？不会哭的哈，放心，不会哭的，不能再哭了，再哭我哥姐叔叔阿姨们都要觉得说阿熊怎么这么没用呀，喜欢就去抢呀，我们都快要帮你去抢了，你怎么这么没用呀，是不是啊？不能再让你们担心了，真的不能再让关心我的人担心了。哥姐叔叔阿姨们晚上好，凤仙阿姨欢迎。去了过年去阿强哥家了，哥姐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有人在问有没有去阿强哥家呀？也没有人在问呀，有没有人想知道我过年有没有去阿强家的，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过年的时候的事情吧，那就好不好？好的，打个好。有没有人在问？还是说哎呀算了，这怎么样子的，对不对？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就跟是朋友一样的，对不对？家人一样的，亲戚一样的，你们拿我当妹妹的，当女儿的，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就好好唠唠嗑嘛，你们也关心这些是不是？你在哪过年？我没有过年，因为这个我们不怎么注重这个年，可能这样对你们来说，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我们有自己的年嘛。然后这个年的话，大年三十也好，初一初二也好，我们都是要干活的，我们都是不会说啊要去过年或者怎么样子，我们没有去过这个年哈，哥姐叔叔阿姨们。然后当时想的是大年三十那天去阿强哥家过年，知道吧？又什么阿成的，什么阿成啊，阿强，我的说话舌头那啥了，是不是啊？舌头捋不直。去了的，本来说的是大年三十那天，提前我们都已经把那个东西呀、啊、啥的都备好了，然后想的是三十那天去阿强哥家过年，就是去他家过几天年嘛，然后没去成。哥姐叔叔阿姨们，然后没去成，然后就是我几号去的？初二去的，初二是几号我也不知道了，初二那天去，为什么大年，为啥呀？因为过年是家里面的人一起过的，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过年是家里面的人一起过年的，对不对？那家里面的人，那这个人肯定是要得到家里面的人同意，家里面的人认可，不是说阿强哥一个人把我当家人，我就是家人了，对不对？你们能明白吗？能明白的打两个字明白，对不对？那所以说为什么初二是拜年，哎呀真的，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是懂的。当时那但是后面阿强哥在直播间哭了，我真不知道，因为那天我们只开了一小会儿，阿强他哭了，他走了，然后我怕他出事情嘛，我就赶紧下播去追他去了。所以说很多人没看到，我们只开播开了一小会儿。后面就是初二，阿强哥是初几来找我的我忘了哈，后面是初二来接我，然后去他家拜年。拜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紧张，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知道吧？我不知道怎么去说，然后去的时候我还是正常的叫叔叔阿姨嘛，叔叔阿姨新年快乐，对不对？但是场面就有一点点尴尬，
场面就有一点点尴尬，你们能懂吗？哥姐叔叔阿姨们，你有今天，感谢阿强，感谢阿强，感谢我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场面有点尴尬。嗯，三十那天没去成，初二去拜年啦，初二去拜年啦，初二去拜年，然后就是饭也没吃成，差点就是吃成了，但像吃了也像没吃，像吃。但是很难过，我现在能坦然的去面对，能坦然的去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嗯，阿强哥当时在中间真的就差给自己的妈妈下跪了，真的，我看到了他在中间的，你们知道吗？一个男人，我顿时感受到了，一边是妈妈，对不对？一边是我，那你们说他该怎么办？像当时他的那种处境，他该怎么办？谢谢谢谢我青藤阿姨，谢谢，好久不见，欢迎欢迎欢迎。对对对，是的，那肯定也不同意也正常呀，是不是？哥姐叔叔阿姨们，首先，我什么时候怀了阿强哥的孩子啦？我的天呐，你们这又听谁乱说啦？家里面的人都明白，他们都知道，从开始到认识到现在，也从一开始就一直阻止到现在。只是阿强哥他也不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对不对？不是说哎父母怎么样子他就能就能把他阻止斩断掉的人，对不对？他也有他自己的思想，他也是成熟的男人，三十多岁了，是不是？那所以说当时他很为难很为难，真的，我看到了，顿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阿楚你怎么这样子，我看到他眼神里面的那种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知道吧？哥姐叔叔们，我心疼这个男人了，真的，哥姐叔叔们，我心疼这个男人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但是然后我就我觉得当时的状态，他就差给他父母下跪了的那种感觉，知道吧？然后我就说最后我结尾我走了，我自己转身走了，我说哥姐叔叔不是哥姐叔叔阿姨吗，是叔叔阿姨，不好意思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祝你们新年快乐，那我就先走了，对不对？那我就先走了，我先走，我转身就走，走了过后我们走到了，我走到半路，因为去拜年是去老家，他们都回老家过年的，知道吧？哥姐叔叔们，他们都回的老家过年。然后我走到半路，走到半路了以后，就是他开车追上来，我也没走多远嘛，他立马开车追上来，我也不知道后面他跟他妈妈讲了什么。不要讲了，是不是？来，是不是不要讲了，哥姐叔叔阿姨们？因为我不讲，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你不正面回答问题，啊，什么怎么样子的？我正面回答问题，但是你们知道了，正面回答问题就会去说到一些其他的东西，会越来越糟糕，是不是？哥姐叔叔阿姨们，你看，很多人又在说，坦诚的说嘛，不要讲，讲出来，讲吧。其实叫我不要讲的人才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的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替我考虑了的人，说实话，因为越讲会越那啥，知道吧？会可能会接触更多，会激发更多的矛盾，因为这是互联网，很多人都能看得到，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我只能说，不管啊，哥姐叔叔阿姨们，我想问一下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会一直支持我吗？哥姐姐们，你们会一直支持我吗？会的，打两个字支持，我看一下，然后怎么说呢？现在。支持，谢谢，感谢我哥姐叔叔阿姨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然后现在的话也挺，我希望我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能明白，我和他之间，说实话，
我受益更大。为什么？因为我学习了很多，我接触了很多，我感受了很多，甚至他把我从以前到现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是不是哥姐出来没？有没有？有没有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有的打个有。所以说我受益更大，我和他之间真的我很感谢他。我也希望最后不管是什么结果，我们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我也希望我哥姐叔叔阿姨们以后，今天很多人发信息骂我，知道吧？说我吃水忘了挖井人，还是怎么说的来着？那句话，说我吃水忘了挖井人，没有阿强你能有今天吗？很多人今天来这么骂我，我希望我们到时候大家能够理智一点。他很努力，他尽力了，他很努力，我也很努力，真的，我们比任何人都想要去，真的，哥姐叔叔们，哦，喝水不忘挖井人是不是？一别两宽，宽得了吗？一别两宽是什么意思呀？谢谢哦，吃水不忘挖井人，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不会忘的，我不会忘记阿强哥，也不会忘记你们，哥姐叔叔们，所以我们顺其自然，好不好？哥姐叔叔们，我们顺其自然，好不好？然后啊，楚墨呢，现在呢，真的，要不要带你们出去看一下我最近都找了些什么？你们可能说啊，楚墨最近为什么没有开播？我没有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去阿强哥家，最近我也没有去哪里，我最近都在山上。都在山上找一些奇花异草，都在山上挖一些草草药药，都在拿来卖，但是最近没有开播，也没有在网上卖嘛，在现实当中卖，然后我想要自己以后真的，我觉得阿强哥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真的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个女人对不对？如果说。他努力的方式是，现在哈，他努力的方式是去跟他家里面人，我得要有让他有底气，让他有把握去跟家里面的人怎么样子，不是说去翻脸啊，肯定不可能让一个男人为了我去跟自己的父母翻脸，我不能去干这种事情，对不对？但是我希望我能变得优秀一点，让他更有底气去争取，是这个意思，哥姐叔叔们，你们能听明白吗？能听明白的哥姐叔叔们扣个一，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听明白。能听明白的哥姐叔叔们扣个一，我看你们能不能听明白。对，所以说我现在我只能自己去强大自己，我不能怨天尤人说，哎呀你答应我吧，你同意我吧，你怎么样子吧，不这不行的，对不对？那除非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改变，让别人对我改观了，是不是啊哥姐叔叔们？哇，这么多人呀，谢谢你们，我会越来越加油，越来越努力的啊哥姐叔叔们。对自己强大，买书呀，好多字，有时候好很多字，我怕我不认识，买书去看的话。然后最近的话，我真的很忙，知道吧？早出晚归，一直在挖那些东西。他们发现了不接了眼泪。最近我真的很忙，一直在忙，然后就早出晚归，晚上吧。睡觉也睡得比较晚，然后没有给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呢，发视频呀，直播呀，怎么样子？又准备卖货了吧？是的，是的，是的，真的，真的。我看一下各位姐叔叔阿姨们有。